着中视台北报道，林心如艰辛戏惨，遭中国网民检举台独，紧急消毒发表声明，永不支持台独，双面讨好手法，遭中国网民乔翻。即是媒体人文山志玲毛时琪在舆论发表看法，他叹过去中国直接凶巴巴的恐吓，现在他们用钱收买，这是中国统战的进阶版，并呼吁中国应该要检举黄安。王时琪指出，中国政府或许认为下架林心如的作品，这种做法可以破坏台独人士，让所有想赚钱的、想前进中国的都先政治表态，然后集住这些偶像们起示范作用，扩大对台湾的影响力，再在重申中国的地雷。但话锋一转，他不舍发现最近黄安居然说封锁老友中年化，但中年化没有再用微博，王时琪遥想林心如拿补助就被说台独，之前黄安也是用健保延命，按照中国的标准来看，黄安使用台湾健保福利也算是台独资助的一份子。黄安要不要举报自己？两年前黄安紧急回台用健保延命，资料照王时琪指出，黄安也有台独疑虑，发射自 ETTODAY 舆论。